博士 C22N1 一代配音器，电磁阀隔板取出工具，显铁形成测量工具和显铁组件拆装工具。将喷油器安装到台前上，用电磁阀隔板专用取出工具取出电磁阀隔板，隔板取出后取下紧固螺丝和钢球，测量显铁形成，安装行程测量表，表块归零，连接电磁阀动态测试仪，此时读数即为显铁形成。松开电磁阀紧固螺栓，取下电磁阀，取出显铁组件，用专用工具拆解显铁组件，首先将显铁组件对准稳定孔装入拆装件，按住显铁组件取出卡簧，卡簧取出，然后调节底部螺丝，下压取出另一个卡簧，这样显铁组件就分解完毕。此垫片为缓冲行程调整垫片，